我喜欢吃的食物。我发现如果没有蜜蜂，我除了海鲜类之外，什么食物都不能吃了。老师上次让我们看影片的时候，杨恩成教授说，我们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来自于蜜蜂，但我觉得我们的食物如果没有蜜蜂，会变得很少。现在的农药都是慢性中，它都会刺激它的老鼠，因为迷失方向，它就恢复回来了。这个也有，旁边这个也有，27、27、28，大部分都可能有。里面有没有社区公关？如果有的话，可不可以让我们把这个传单张贴在上面？可以啊。